钓那个豆仔鱼应该是不错，可惜不能钓。先低调一点，没有人比较多一点点的，还是很少。面包桶了啦，
家过不去哦。也有了 OK， 今天的调查就到此结束了，一样了，大家说一直说了，有兴趣的可以来调调看吧，蛮有趣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有些放电沙漠比较大了。